大家好，欢迎光临优酷软件家园。今天我们来学习三菱纺织软件中比较指令 CMP 的应用。首先我们打开程序，程序当中比较指令主要是应用到 CMP， 那它是将原操作数 K5， 也就是说实际次数5与D0中的数据，它是一个寄存器， D0 中的数据我们可以赋值，5与 D0 中的数值比较，如果说 D0 中的数据小于5，那么 M0 接通，因为 D0 默认是0，所以 M0 接通， Y20 得电灯亮。那么如果当按钮 X21 按下，数据传送指令 MOV K5 付给 D0 中的数值5与比较值5相等，所以 M1 得电， Y21 得电灯亮。下面我这里通过操作开关演示，我们看到了 D0 中的数值为5，因为两者相等，所以 M1 得电， Y21 灯亮。程序这一排如果 X22 得电，将数值10付给 D0， 因为 D0 中的数据大于5，所以 M2 得电， Y22 灯亮。按下按钮 X22 Y22 灯亮，重新赋值 X20 将1付给 D0， 因为 D0 中的数据1小于5，所以 M0 会得电， Y20 灯亮。本次课程到此结束。